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党安琪。Now, let's begin. A. 我的银行卡丢了，请帮我挂失。B. 请提供您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号码。A. 我的银行卡丢了，请帮我挂失。B. 请提供您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号码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